晋唐咏，这些圣人成了天主的朋友，天主真理的光荣传播者。阿利路亚，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今天我们庆祝这个6月5号的圣人呢，是圣波尼法，圣 Boniface。咁咧，圣波尼法咧系被誉为咧呢个德国嘅宗徒啊，德国嘅宗徒，系喺早期教会嘅时候咧被派去咧，佢系英国人啊，跟住咧佢就被派去咧德国嗰度传教啊，德国嘅传教非常之成功啊，非常成功。咁咧系到咧一切都做完啦，退休啦吓，做咗总主教，仲要系中铎主教咧嘅時候咧，到咗退休之後，仍然熱心於復傳。去到荷蘭嘅地方咧，而喺晚年咧，79歲高齡咧，正被啲非教徒咧殺死佢嘅嚇殉道。咁啊，多謝呢位傳入去歐洲中部嘅中途咧，將福音嘅喜訊咧，唔怕任何嘅情況之下，滿懷喜樂熱心咁樣咧，一直去將佢一生咧去。貢獻咗去傳揚福音，讓我哋亦都係無論係遇到乜嘢嘅大大小小嘅問題咧，時常成為傳報者，基督喜訊嘅傳報者。我哋嚟到上主嘅台前咧，繼續我哋呢個聖心嘅耶穌聖心嘅九日敬禮啊，亦都繼續咧，我哋去乞求天主喺呢個聖心月咧，去改造我哋嘅心，讓我哋誠心懺悔，虔誠地準備進入彌撒聖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上主，你的殉道者圣波尼法曾以他的宣讲传扬福音，并以自己的鲜血作证，求你使我们因圣人的转求也能忠实维护信仰，并在日常生活中勇于为你作证。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攻读多比亚传。婚宴完毕，托比特叫了他的儿子多比亚来，对他说：孩子，你去把工资交给与你同行的人吧，并且要多给他作酬报。多比亚于是叫了拉法厄尔来，对他说：请你收下你回来时所带来的财产的一半作你的工资，然后平安回去吧。拉法厄尔暗地里叫了托比特和多比亚二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该赞美天主，感谢他，显扬他，该在众人前把他为你们所做的一切好事归功于他，为赞美歌颂他的圣名。该向众人隆重地宣示天主的工程，不要迟缓感谢他。隐藏君王的秘密固然是好，但对天主的工程却应该隆重地宣示和供应。你们行善，凶祸便不会临于你们。祈祷与斋戒固然是善功，但秉义思想更超过前二者。秉义而少有，胜于不义而多有。施舍救济胜于储蓄黄金，因为施舍救人脱免死亡，且涤除一切罪恶。施舍行义的人必享高寿，犯罪与行不义的人便是仇视自己的生命。我要向你们说出全部真情，绝不向你们隐藏什么。我已经向你们说过，隐藏君王的秘密固然是好，但传扬天主的工程却是应当的。
当你和撒勒祈祷时，我便把你们的恳求呈到上主的荣耀前。当你埋葬死者时，我也同样地在你左右。当你毫不踌躇地起来，放下你的饮食，去埋葬那死者的时候，我便被差遣来试探你。同时天主也派遣我来医治你和你的儿媳撒勒。我是拉法厄尔，是在上主的荣耀前侍立往来的七位天使之一。你们现在该在世上赞美上主，感谢天主。看，我要升到显发我来者那里去，你们该把所遇到的一切事写下来。说完这话便升天去了。上主的话，感谢天主。永生的天主应受赞颂，永生的天主应受赞颂，永生的天主应受赞颂，他的王权永远常存，因为他惩罚而又怜悯，把人抛在阴苦的深处，而又把他从凄惨的祸患中救出，没有谁能逃出他的掌握。永生的天主应受赞颂。若是你们全心全灵归向他，在他面前履行正道，他也必转向你们，不再掩面不顾。永生的天主应受赞颂。你们如今应物观他向你们所作的一切，然后高声感谢他，该赞美公义的上主，该颂扬永世的君王。永生的天主应受赞颂。我要在被掳充军之地赞美他，向犯罪的国民宣扬他的威能和伟大。罪人啊，你们悔改吧，你们在他面前行义吧。谁知道或者他会宽待你们而怜悯你们。永生的天主应受赞颂。Hallelujah,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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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神贫的人真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愿主与你们同在。攻读圣马尔谷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耶稣在教训中向群众说，你们要谨防经师，他们喜欢穿上长袍游行，在街市上受人请安，在会堂里坐上座，在筵席上坐首席。他们吞没了寡妇的家产，而以长久的祈祷作掩饰，这些人必要遭受更严重的处罚。耶稣面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向银库里投钱。有许多富人投了很多，那时来了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即一文铜钱的四分之一。耶稣便叫他的门徒过来，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穷寡妇比所有向银库里投钱的人投得更多，因为众人都拿他们所余的来投，但这个寡妇却由自己的不足中把所有的一切全部的生活费都投上了。上主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今天呢，我刚才一开始讲过庆祝的圣人圣 Boniface， 这个波尼法，这个不是原本的名字，他是他回应上主的召叫做修道者的时候，最初是入了隐修会，本督会的会士来的原本。他在入会的时候就改了这个名字 Boniface， 即是什么意思，即是善工，
善工啊 ，bony 啊发长啊发诶、啊，即系诶、啊、做好嘅嘢，做好嘅嘢吓。咁、啊、所以佢系诶最初系一个隐修士啦，后屘就诶佢、啊、就去感觉到天主召叫咧，要去传教。咁、啊、所以咧就诶、啊、慢慢地咧就开始向德国进发，因为嗰阵时德国嘅中部嘅地方啊，呢、這个欧洲中部咧系未完全归化，仲有好多嘅外教人啊。诶、啊，咁佢哋拜咩咧？拜某一種嘅樹某一種嘅樹，佢覺得嗰啲種樹咧係有神力嘅，有神力嘅，咁所以佢就去呢啲地方咧就開始傳教。咁其實之前咧都有啲人試過都失敗咗，咁有啲都喺即係俾啲外教人都殺咗嚇，咁所以都幾危險嘅地方。咁但係佢係好多嘅祈禱啦、齋戒啦、好多嘅善功啦，好努力嘅復傳啦，啊，藉著佢嘅身體力行啦咁樣。咁係一步一步一步咧，慢慢就傳咗去好多德國嘅，現在我哋所熟悉嘅德國嘅地方咧，都係拜呢個聖 Boniface 呢個聖波尼法咧嘅努力啊，去成就嘅，係幾十年嘅復傳嘅工作啊。咁之前都講過咧，佢到佢嘅高齡啊，到七十幾歲咧，做呢個中度主教咧，做到退休啦啊。咁佢已經唔係再係做主教職務嘅時候咧，佢仍然感覺到天主就話啊，仲有未認識我嘅地方，你去啦咁樣，你去啦咁樣。咁所以佢就帶住一班神父咧，就同佢一齊咧，就去到現今咧屬於呢個荷蘭啦，荷蘭東部嘅地方嚇。咁咧就去到嗰度最後呢個還未信嘅一個地方咧，就去嗰度復傳啊。咁係喺度一路沿住嗰啲村莊，沿條河咧，去做好多嘅宣講啦，為唔同嘅地方嘅人嘅領洗啦，咁係去幫一班小童咧去領堅陣啊嘅時候咧，有啲嘅非基督徒咧就嚟偷襲佢哋，咁咧就將佢同埋一班嘅神父咧就喺嗰度殺咗嘅，啊，咁呢個係79歲，咁令我諗起咧，即係啊。79歲，我哋會諗啊，我哋嘅第一個自然反應會係點咧？一個79歲嘅老人家嚇、啊，老人家一生咧已經係由佢基本上咧由佢三十歲咧未到咧，就已經係為復傳賣力啊，為天主啊做咗接近50年工作喺教會嘅復傳嘅拓展裏邊咧，接近50年嘅工作。咁好多人都會諗啊，點解仲要咁薄咧？咁啊，點解有安逸啊？唔休息咧，唔退休咧？咁樣或者係啊，咁樣好似有少少唔捨得啊，咁樣犧牲咗，好似啊，咁啊，仲要即係我哋嘅第一個反應係乜嘢？當然我哋嘅宗教嘅反應咧，話啊，咁就天主有個殉道者。但如果調翻轉係我咧，係我身邊嘅兄弟咧、姊妹咧，係我嘅。長輩咧，我嘅叔伯咧，我嘅朋友嘅叔伯咧，教會裏邊嘅神長咧，我哋又會點樣諗咧？或者調翻轉係好你最親嘅，你嘅仔咧，咁啊點咧？即係佢上咗年紀都唔休息啊，仲要去搏殺咁樣啊！我哋好多時都會唔捨得。我哋作为基督徒咧，我有时会话，伟人啊，圣人做咗，我哋冇问题。到到轮到自己识得嗰啲人，自己好珍惜嘅人去做咧，我哋就会，我就好唔愿意。咁但系天主嘅召叫咧就系咁啊，我哋唔系应该越年纪越大，就越应该系轻盈地，越系。向往地要是充满一份的火热的心去更愿意奔向做天主要做的事吗、啊、我再讲多次我们应该年纪越大在信仰和天主行的路 越长久是应该更加少包袱少阻碍少怀疑少踌躇、啊、少牵挂去为天主不顾一切咩？福音就系教导我哋应该系咁啊，
係應該年紀越大，越反而有個更純、更精潔、更充滿咗信靠嘅一個嘅渴求，嘅一個嘅願意。但事實上，原來我哋係調翻轉，咁證明咗就係我嘅信仰咧，未奔向緊天主。我只不過舒適於喺一個版本嘅信仰，一個唔係完全忠實於福音嘅信仰，而係忠實到一個地步，又忠實翻去自己啫，自己嘅安逸咋，自己嘅安全咋，自己嘅自保咋。但係如果福音嘅説話係真嘅，我哋要正視呢樣嘢，要棄絕呢樣嘢。忠心教會嘅一直以嚟嘅訓導，福音一直以嚟嘅訓導，就係我哋要點啊？要棄絕自己，背起十字架跟隨主耶穌，而應該越跟耶穌越見到當中嘅真實，越充滿咗係痛苦犧牲，但係當中有份甘甜。因為我哋越跟住耶穌行，我哋唔係應該越見到佢奇妙嘅化工咩？越懂得去讚美佢咩？越懂得去見證佢嘅偉業咩？今日嘅讀經一裏邊啊，呢、这個Raphael 呢、这個嚇呢、这個拉法厄爾天使啊，話點樣啊？係啊，在世嘅君主，我哋去為佢服務，應該將佢嘅秘密咧隱藏。但係話點啊？應該我哋越發啊，對天主嘅偉業啊，對天主嘅化工，對天主喺我哋當中施行轉化人心嘅工作啊！應該越發去讚頌，越發去褒揚，越發去講出嚟啊！讓眾人去讚美天主啊！應該越嚟越有一個呢個無牽無掛，充滿咗喜樂、自由同埋真實會心嘅相信啊！去將佢講出嚟。我嘅經驗之中就係、是、越去愛天主嘅人咧，佢年紀越大。佢係越奔放自如嘅，喺佢嘅靈修裏邊，喺佢讚美天主嘅言詞裏邊，係好似滔滔不絕咁樣嘅。係對天主嘅工作啊，佢突然之間好似充滿咗活力同埋精神咁樣嘅。雖然佢可能係自己嚇冇乜力量嚇，自己行路都可能震下震下，但係講到天主嘅見證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好似一個小朋友咁大嘅活力。所以今天我哋藉著慶祝呢一個聖人咧，這個奔赴咁多年，好似越嚟越起勁嘅一個嘅聖人咧，我哋應該求天主，天主，我都想好似聖波尼法咁啊，聖波尼法一樣，我想我嘅生命越嚟越透徹地去表揚你嘅真實啊，越嚟越無顧忌地、無牽制地、無阻礙地去將你嘅説話，將你嘅恩賜，將你嘅光亮，將你嘅真道，去透過我嘅喜樂，透過我嘅服務咧，去更熱切地去同人分享。主耶穌，求你藉著你嘅聖心啊，去灼熱我啊，藉著你嘅聖體聖血啊，去豐富我啊，藉著你嘅聖神咧，去派遣我。阿門。各位弟兄姊妹，让我哋同声祈祷。喺今天庆祝呢个德国嘅中途，我哋今日特别为德国嘅教会祈祷，一个面临分裂嘅教会，一个好多神长啊，包括甚至主教啊，都开始背弃咗教会嘅一啲核心不变嘅道理，特别有关再婚，有关同性关系。上咧開始公然地反對教理，求天主治癒呢個破碎嘅教會，求天主轉化呢啲誤導天主子民嘅神長，求天主亦都係
照顧到當中特別是同性的傾向的人士，在離婚再婚當中呢，很多的破碎的人士，去以你的真道去治療他們，去釋放他們。我們同聲祈禱，求主俯聽我們，為所有的主教，為所有傳教的區域，特別是教會受最大的迫害的地方，最困難牧民工作的地方，求天主賜予所有主教和前線的復傳者，困難的復傳地方的人士，力量，純真的愛和聖神的充滿，讓他們見到他們的辛勞不是白費的，讓他們能夠在極困難當中找到天主的安慰與平安，見到聖神透過他們所結出的豐碩的果實。我們同聲祈禱，求主俯聽我們，為罪人的悔改，特別是執迷於今天很多的謬論，錯誤的教導，求天主去轉化他們。我們祈求這個對教會對福音的攻擊能夠停止，攻擊的人士特別是針對於有關天主的道理，有關愛的真諦，有關人的尊榮，對性方面，對婚姻方面，對家庭關係方面，對男女之愛方面，今天搞的道德淪亡當中，求天主轉變這個沉淪的趨勢，帶領迷途的人被這個種種今天的教導所迷惑的人回去救主的羊責。我們同聲祈禱，求主俯聽我們，為疫症下受苦的弟兄姊妹，經濟當中而受極大壓力的，在被隔離當中痛苦呻吟的，在病患之下失去希望之下，不知道幾時可以回復正常的環境之下，醫療設備完全被overwhelm， 即是不能夠應付的地方，貧困的地方，沒有疫苗，沒有藥物的地方，求主一都治療拯救，賦予他們希望，為臨終者能得寬恕，亡者能得天堂，為病人服務者能到得充滿天主的力量和保護。我們同聲祈禱，求主俯聽我們。天父，請你收納我們的禱聲，在這個耶穌聖心的九個敬禮中，日復一日地去潔淨我們，灼熱我們，改造我們，願所求祈求主耶穌基督之名，阿們。上主萬有的天主，你賜給我們食糧，我們讚美你，我們將大地為人的勞苦的果實麥麵餅錢給你，此成為我們的生命之糧。上主萬有的天主，你賜給我們飲品，我們讚美你，我們將葡萄樹為人的勞苦的果實葡萄酒錢給你，此成為我們的精神飲品。各位弟兄姊妹，请大家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全能的天主，在今天圣波尼法的纪念日，我们向你奉献礼品，求你使我们时常把救主受难的奥迹铭刻于心，并在生活中效法他的榜样。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请举心向上，请颂感谢主，我们的天主，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殉道者圣波尼法曾施法基督，为了宣扬你的圣名而倾流了热血，显示了你的大能。
你藉着我们的主基督，在脆弱的人身上发挥力量，使弱小者成为意志坚强的证人。为此，我们随同所有天使和圣人一起歌颂你、朝拜你，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所创造的万物，你当赞美你，因为你藉着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圣神的德能养育圣化万物，又不断为你召集子民，好能事事处处向你呈上纯洁的祭献。上主，所以我们恳求你，藉着圣神圣化我们献给你的这些礼品，使成为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我们遵照他的命令举行这项奥迹。他在被出卖的那个晚上，拿起面饼感谢赞颂你，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感谢赞颂你，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迹，基督，我们每次吃这饼、饮这杯，就是传播你的圣圣，期待你光荣的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你的圣子为救世人所受的苦难，和他光荣的复活升天，被期待他再度来临，以感恩的心情献上这具有生命的圣祭，请垂顾你教会的奉献，并接受这赎罪的牺牲。求你使我们藉你圣子的圣体圣血得到滋养，并充满他的圣神，在基督内成为一心一体。愿圣神使我们成为你永恒的祭品，得与你拣选的人。首先与天主之母童贞荣福玛利亚，他的正配圣约瑟，你的圣宗徒及光荣的殉道者圣波尼亚、圣波尼法，以及全体圣人共同继承天国的产业。我们靠他们的转求，不断地获得助佑。上主，但愿这与你修好之祭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得救，并使旅途中的教会、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多默、辅助他的主教、所有主教圣职人员，以及你所救赎的全体子民，在信德和爱德中坚定不移。你结愿这大家庭善立在你台前，求你也抚允全家的愿望。仁慈的圣父，求你使散居各处的子女和你团聚。求你垂怜我们的祖先、已亡的亲友和所有在你宠爱中去世的人，因准他们进入天国，我们也希望将来在天国永远同他们共享你的光荣。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因为你藉着他赐给世界一切美善。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一切崇敬和荣耀归于你，全能的天主圣父，给予你同体的圣神，世世无穷。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因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请大家互祝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领主荣，主说：我要亲自牧放我的羊，亲自使他们得到安息。阿利路亚。神领圣体经，我的耶稣，我真心全信你在圣体圣事内，我爱你超过一切，我渴望领你到我的心中。既然我现在不能实领你，请赏我至少神领你的恩典吧。我拥抱你，完全与你结合，像你实在到了我的心中一样，别让我再与你分离吧。请大家祈祷。上主圣波尼法曾为了宣扬信仰而劳碌奔波，贡献一生，求你藉圣体圣事的效力，坚定我们对真理的信仰，并能时时处处以言以行宣认者信仰。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你们去传扬福音吧。感谢天主。提一提大家咧，听日啊系圣体圣血节啦。咁啊，圣体圣血节今年咧就好多地方都仍然可能系未有弥撒啦。咁但系亦都有机会去领圣体嘅。咁如果你惯咗吓，仲因为有可以唔使领圣体而懒去报名领圣体或者其实你可以参与弥撒但系咧因为惯咗之前唔去弥撒。考虑翻听日真系去参与弥撒，如果可以嘅，去领圣体。如果可以，因为我哋懒下懒下咧，就连呢个咁重要可以接近耶稣圣体，参与实体嘅弥撒咧嘅渴求咧，都会死咗嘅。咁所以释逢听日系圣体圣血节，尽可能如果可以嘅，都去。向圣弥厄尔总领天使祷文，圣弥厄尔总领天使在战争的日子里保卫我们，免我们陷入魔鬼邪恶的阴谋和奸诈的陷阱中。我们谦卑地祈求，但愿上主谴责他。上天万军的统帅，求你因上主的威能，把徘徊人间、引诱人灵、使其丧亡的撒旦及其他邪灵抛下地狱里去。阿们。我们继续做这个耶稣圣心的九日敬礼，在这个我灵赞颂主这个 APP 那里，在这个与主默谈里面九日敬礼当中的耶稣圣心的九日敬礼。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哦，我的耶稣，你曾说过，我实实在在对你们说，你们求必给你们，你们找必找得着，你们敲必给你们开。看，如今我敲，我找，我祈求这恩宠。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耶稣圣心，我完全信赖你。哦，我的耶稣，你曾说过，我实实在在对你们说，你们因我的父亲全能的名字祈求什么，他必会赐给你。看，如今因你的名字，我向天父祈求这恩宠。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耶稣圣心，我完全信赖你。哦，我的耶稣，你曾说过，我实实在在对你们说，天地要过去，但我的话绝不会过去。因你永不失效的话鼓励我，我现在祈求这恩宠。
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耶稣圣心，我完全信赖你。哦，耶稣圣心，对你而言，只有一事是不可能的，即不同情遭受磨难的人。所以请怜悯我们可怜的罪人，并应允我们透过你的母亲和我们温柔的圣母玛利亚，痛苦并无玷的圣心而祈求你的恩宠。大圣若瑟耶稣的养父，请为我们祈祷。万福母后，仁慈的母亲，我们的心生命，我们的金儿，我们的希望，厄瓜子孙在此尘世向你哀呼，在这替泣之谷向你叹息哭求。我们的主保，求你回顾怜视我们，一旦流亡期满，使我们得见你的圣子，万民称颂的耶稣。童贞玛利亚，你是宽仁的、慈悲的、金儿的天主圣母，请为我们祈求，使我们堪受基督的恩许。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